极了，看到这么棒的一个场域空间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看向正前方的镜头，正前方啊，来。暖暖宠物公园正式启用，针对天外天焚化炉日前发生黑狗遭到垃圾车碾过事件，市长谢国梁说，第一时间就掌握讯息，相当遗憾。针对这些驾驶的说法，警方还要做后续的认定。那当然，我们发生这些事情，也感到非常的难过，所以我们的立场就是要把真相找出来，我们现在也不想说，这些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，那在撞击后，到底有没有遗弃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只希望透过警方的调查，我从前天晚上就跟警方不断的通电话，他们也在第一时间就进入天外天来保全证据。我想我们的做法很清楚，就是先把真相厘清，真相厘清后才能做后续的一个处置。市长谢国梁强调，全案已经交给地检署侦办，希望类似事件不要再发生。记者黄少明、纪勇报道。